其实呢，这个我的演唱会呢，我邀请了一个嘉宾过来。这嘉宾呢很特别，在我生活里呢，就是我的很好的朋友。那在我的工作上呢，就是帮助我很大，是我的一个很好的老师。那这张专辑呢，我也很有幸请到他来为我做了这一首歌，叫什么《心疼笔记本》。有请小胖老师。大家晚上好。你们都很喜欢韩庚吗？喜欢小胖老师吗？再大点声！谢谢谢谢，我跟他掉在河里，你们救谁？我很荣幸可以担任韩庚的制作人，并且在这么好的一次表演里面和他同台演出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们一块来听他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哎，心疼你们。窗外临街的喧嚣声扬起老灰尘，座位上那凝结的气氛，我终于开了口承认，你强忍着啜泣声，压抑着眼神，你只求给一个吻，然后就转身。当浓丽的风霜击落的铁卷门，一切很陌生。街角旁的路灯，座位上那些充满记忆的女生，日记婉转的离分。怎么发生？当初你手冰冷，却没摇头说不肯。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连分手的余生都细腻写在笔记本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坚持要让离别的故事完整，说是你不让我。小胖老师，谢谢，好听吗？像梦里的风声，起楼的铁卷门，一切很陌生。街角旁的路灯，座位上那时钟满记的女生，语气婉转的离分，是怎么发生？当初你手冰冷，却没摇头说不肯。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连分手的余生都细腻写在笔记本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坚持要让离别的故事完整，说是你，心疼你伤很深。心疼你的认真，
些曾经爱过的我们，你一个人。今天呢，真的谢谢小胖老师，百忙之中已经来到我眼前，不是，来跟我说一遍，韩哥你是最好的，韩哥你是最好的，谢谢。